就係你嗰陣啊嘛。個豆子，啱先講個豆子，我呢位做豆嗯，他们现在睡午觉是不是？对。哦。总共有几只啊？五只。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哦，哥哥的妈妈出来了。哦，他们都跑到那个什么石头洞里睡觉。嗯。看他妈妈进去了，要进。哦，那只进去的是妈妈。对。还是有两张哈，哎，两张，真的有两张。对啊。哦，自己连着自己的吗？刚才那两个。一定的啊，那一定，他这个都在喂奶呀。哦，还在喂奶哦。对。YouTube 还是YouTube。YouTube 叫角落动物是吧？对。最小的出来的。我后置。哦。角落动物是吧？嗯。哎呀，难得的。跟小猴子一样小。角落动物就是全部。要清楚。哎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都进去了。他说他妈妈还在外面。嗯。现在等吃饭。哎，哥哥去吵爸爸。妈妈赶快起床。哎，会去吵爸爸，叫他起床喽。弟弟也去了。妈妈，你看妈妈在抓头。